呢個係蘑菇雞煲，呢個草莓優格批唔好食。香港我冇呢一個㗎。我都幾肯定有生之年 YouTube 會執笠嘅。我有一日會成為流量密碼，俾人講咗無限咁多次。如果唔係因為咁咧，我都唔知道原來香港有咁多 YouTube channel 係齋鳩噏嘅。吞吞，買完出嚟了。我哋今日咧係身處台灣嗰間房啊，應該係第一次咁樣拍俾大家睇啊，因為好少用房嘅場景，同埋喺香港嘅房係冇咁大，好開心可以咧。應付咧，我哋呢一個 channel 咧，我覺得接近係最大危機嘅一次，因為咧我哋咧其實已經嚟咗十幾日，中間咧拍片嘅時間太過少啦，因為每一日咧最少都要拍八九個鐘頭嘅電視節目，直到你而家見到呢一部，如果我而家今日唔拍咧，基本上星期一咧就係冇片可以出噶啦。通常呢啲片係人哋啲王牌嚟嘅，其實你知唔知道？我哋是放在仓底的，我哋有内容的话会尽量做内容，不会向自己挖的，你明白吗？好，那我们呢就即刻来了。已经一早呢，我在 IG 已经 post 了，有什么问呢就在这里问的。那在 YouTube 呢都 post 了个 post， 说大家要问就在 IG 那里问。如果你问了其他地方我看不到的了。我男朋友因为看了你的片带了我去吃大喜屋，你觉得我使不使罚他？邊個俾錢先？佢俾錢你仲罰佢？下次唔帶你食啊！佢下次帶你去黃帶兩老開餐系列可以長做長有，唔係為咗個系列長做長有，係帶兩老食飯長做長有係希望可以做一萬年。嗱，食啲嘢先。哇！呢個係signature啊，因為淨係得雞啊，唔知點解成間鋪我都唔明點解。哇！呢、這個照燒豬肉堡未食過，係咪即係將軍漢堡呢？切都冇。哇！雙層麥香雞，哇！啲麥香，哇！全部都係雞，哇！真係雞，全部都係雞。哇！呢個係蘑菇雞堡，真係一塊雞然後蘑菇喎。咁、又好似 OK 喎。香港我冇呢一個㗎，我都好耐冇食過啲，因為signature系列。我是很不喜歡個包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包有一陣怪味，有一陣奇怪的香料味，就是有一種假油脂的感覺的。好彩有多醬，個包的怪味沒了。請問倒數員，再重新倒數，再重新倒數，倒數員倒數，不要讓他停，繼續數。其實倒數那個呢，我想大家都應該 feel 得到那件事是什麼事。好似而家今日呢啲狀況咧，其實我都幾期望有一日，如果倒數完唔使固定更新咧，我就唔會發生今日呢啲狀況啦。就要夾硬要拍啲片啊，跟住好急趕，就唔係一啲真正做一條片係為咗做一條嗰個內容嘅嘢啊！你明唔明啊？而嗰件事只要唔係固定頻率地更新咧，咁你就可以有一個浮動嘅時間咧，俾你去走賺。我真的想做那條片的時候我才做那條片。繼世一俊文再找全香港最好吃燒賣俊文汁了。俊文不好吃過，其實有這樣說。我吃過一次啊，拗曬頭啊。燒賣我沒什麼偏好的。因為我覺得它沒什麼營養得來得個肥字，所以我是很少吃的。很少吃的，我會寧願不吃東西。有啊！我食住麥當勞講呢樣嘢係咪好諷刺啊？人生做過最後悔嘅事，每一刻都會後悔㗎。其實，因為你會檢視你自己上一個決定正確定唔正確㗎嘛。但係隨住時間嘅推演，人嘅經驗累積同埋年紀嘅增長咧，基本上你睇翻以前一切嘢都係錯㗎。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咁樣批判自己，但係我係會㗎。幾時財富自由？我覺得我呢件事我做唔到，我開頭都以為自己會得。你以前你可能會覺得咧，只要我夠某一個錢，我就會夠使。但係當你達到某一個錢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你可以做啲更加好嘅嘢。咁嗰陣時咧，你就會覺得嗰個財富自由距離你好遠啊。即係譬如我有能力可以令除咗我以外身邊嘅人更加好，咁你基本上你嗰個財富自由，你要做到嗰件事嘅嗰個級數就會幾何級數上升噶啦嘛。錢永遠賺唔曬，你永遠都會有更加高嘅慾望啊，或者各樣嘢。嗰啲慾望可能唔一定係嚟自物質，可能會係其他嘢，所以係追求唔到嘅。可唔可以教整 frozen yogurt？
哇，要有部機喎，要有個雪糕機同埋有雨落機喎。如果有一部好啲嘅雪糕機咧，我哋可以研究一下。最中意邊隊波啊？足球我少睇喎，籃球我都少睇，因為我嘅嗰種講咧，其實係我係留意少少咯。但你叫我真係坐定定睇波咧，可以話未發生過咁滯。我去澳門拍片啊，會啊，我個 Facebook 曾經彈過出嚟啊，咩黎明威尼斯人演唱會連自助餐套票，我想買嗰個套票拍一條俾大家睇啊！一間你不停會鬧，但係翻轉頭食嘅餐廳麥當勞，因為麥當勞咧對於我嚟講係有一種 pork art 嘅味道嘅。你去世界每一個角落你都會食到，但係咧其實佢又有少少嘅差異，佢又唔會用一個好貴嘅價錢，又或者係每一個人都可以負擔得起。你阿媽會唔會開 channel？ 不如同觀眾一齊煮嘢食。我嘅廚藝咧喺 YouTube 嚟計咧，都應該係比較偏低嗰啲人嚟嘅。我諗佢嘅廚藝係比我再低一級噶，但可能開翻個 account 會好啲嘅。佢個醫心直説，做乜為容量零？因為我哋今日咧都拍咗幾多嘢，而且咧今日都近，今日嗰單嘢係炒飯同埋咧小食多餐。點解容你合同親你合照都要特登坐低個人？可能做個差異大啲咧，個畫面好睇啲。幾時拍食報片翻香港會拍啊？因為出曬啦，因為呢邊又冇嘢，冇乜嘢特別嘢可以煮，工具唔夠咧，變咗有好大嘅限制，同埋拍呢、這個嗰時間都好長啊，所以就難啲。好中意你整甜品嗰本書，會唔會再出書整麵包？出書唔會，出書一係一樣冇成本效益，純粹開心嘅嘢嚟嘅啫。但整麵包咧，其實我唔係好識，我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啦。其實麵包係好高深嘅嘢嚟噶，唔係個樣整到似就係噶。咁啊，近排少咗出嘢食嘅片，因為少人睇咯。我雖然我咁樣講，好似好不負責任同埋好似好怪，又係我話俾你聽，唔係咁易做噶。有好多嘢嘅轉變，唔係話你。靠你一己之力可以改變嘅，所以香港人嘅精神就係順住個勢，滿足到大家嘅情況之下，盡量做啦。我都係幾時做翻 gym？ 做 gym 好 man， 健康餐單配 gym 片好睇。都有幾多人咧？如果隔過一排冇見過咧，都會覺得我瘦咗。其實我唔係瘦咗，我個體脂係高咗，但係因為我冇做 gym， 所以成個人咧縮細咗。算體脂高起上嚟咧，你都冇咁漲，所以咧差唔多有大半年咧冇做過負重運動，就淨係從呢個飲食入手。雖然我嘅體脂而家係20% 係好高嘅，睇落咧都冇以前咧咁容易肥啊個感覺。馬田什麼時候愛上做美食？我係咪想中意做美食呢？我又覺得自己唔算，但我係中意知嗰嚿嘢係點做出嚟。你見我每一次咧都係做到，我大概估到嗰嚿嘢係點啦，我可以話到俾你聽嗰嚿嘢究竟係點樣組成噶啦。咁基本上去到嗰一 part 我就收手噶啦，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滿足咗我自己啦。拍 YouTube 最多得著係咩？最多得著係可以由一個唔同人接觸嘅人，可以接觸到好多人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為我不是一個會主動跟人溝通的人的，我都不會無啦啦跟人傾偈嘅，即係唔係中意跟人講嘢的人的，所以不是很多 friend 嘅。但是拍 YouTube 你是可以同一時間接觸到無數咁多人，然後佢可以俾不同的回應你，然後你從中可以觀察到超級多的人，好像看嗰啲咩人類百科全書啊，咩九型人格，咩 IMDB 啊，唔係 MBTI 咁樣咯。母親大人可唔可以改做常駐嘉賓？唔係咁易㗎，已經搞到一鍋粥啦。同埋你諗下，我自己都講少講我自己嗰啲嘢啦，仲話要搞埋咁多，要顧埋咁多人，顧唔到啊！要揾個經理人㗎啦，當佢 artist 啊，幫佢管理 IG 啊，唔好俾人亂咁講嘢啊，嗌佢起身啊，要揾個經理人管理㗎啦。發包放咗喺入邊硬咗，係咪冇得救？唔係啊，焗翻咪得咯。除非佢入邊都冇曬水分啦。咁如果入邊都冇曬水分，你唔驚啊？你切咗片佢焗脆嘅，你咪當另一樣嘢食咯。你見啲麵包鋪間間都係咁賣。
平時點樣養鑊？難啲啊！明火容易啲嘅，話俾你聽，因為明火容易燒暈曬成隻鑊，咁你就可以好容易做到一個好靚嘅油層喺上面。但係咧用電磁爐咧，基本上你燒嚟燒去都係中間嗰個圈咧，其他位置你根本燒唔到啊！那田過咗60厘差唔多啦。點樣可以避免出街食飯唔中伏？冇噶，你用一個預咗中伏嘅輕鬆心情去食咯。都是那句啦，佢食你唔死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咁一次過搭曬嗰啲啊，哇好多嗰啲餐廳嗰啲啊，有聯絡過我㗎，其實有啲電台，但我冇理啊。好多媒體有聯絡過我㗎，但我唔想再搞啦，好煩啊！即係由佢啦，求其啦，唉。而家咪大家開心咯，係咪啊？大家就知道我邊個啦，然後餐廳又爆滿，咁咪大家開心咪算咯。幾時去旅行？遲啲有機會啦，我哋都會去日本，好似都有排咗啲行程，將會去日本，所以咧就可以拍下日本嘅嘢啦。如果你覺得日本有啲好得意嘅嘢，都可以話我知，或者有啲啱我拍嘅嘢，你可以話俾我知。搞神馬6月可唔可以香港開見面會啊？但我又驚好混亂喎，同埋佢冇咁多時間。問下先，都好過去食螺絲粉頂你，佢話去食螺絲粉。我唔想食螺絲粉，個重點係搞個短短地 ，hello hello hello， 我都覺得都仲好啲，係咪啊 ？Hello hello hello， 拍 YouTube 係咪終身職業？如果你唔繼續拍片，會做啲咩啊？中意做創作係終身職業嚟嘅，咁就係 YouTube 一定唔係啦。我都幾肯定有生之年 YouTube 會執笠嘅。大家你以前上過有幾多網？是接了啊，是不是？我不覺得數碼世界有一樣東西是永恆的，現在抖音打巢它啦。什麼媒體地存在呢？就真的不知道了，這是之後的事，沒辦法估到。如果我估到我做了，是不是？有沒有計劃增添家族成員，例如貓狗龜？哇，我不懂得養東西的。魚就死曬啦，死啦，即死啊，養一天就死啦，養親都。貓狗我覺得太麻煩了，我管理不到佢啊，所以我自己都搞不掂的時候，譬如我而家咁十幾日佢死了啦，已經係咪啊咧？又或者你掉佢嗰啲貓狗酒店，咁咪即係仲貴過我就住酒店？會唔會去埋另一間米芝蓮中菜？都應該有機會，都應該有機會，因為見反應都唔錯，得兩間啫嘛，你唔去曬又好似爭啲嘢咯，係咪啊？你咁少你都唔去曬，就好似講唔過去咯，係咪啊？可唔可以帶兩老去個旅行，順便放假休息下？嗰陣時咧，我喺日本讀完南大，讀咗一個月之後退咗學之後，我就即刻咧攞翻曬嗰啲學費，我就即刻嗌佢哋：喂，即刻飛過嚟同我！跟住點知佢哋唔知邊個啊？唔知我老豆定我老母嗰個護照過期飛唔到嚟啊！我哋先至冇去玩咋。早上兩年咧，我哋都去咗呢個嘅日本過年噶嘛。我又係考慮漏咗一樣嘢。日本的冬天是比香港冷的，日本的冬天會落雪的嘛。其實對於老人來說呢，又相對危險一點，又或者真的冷親你都不知道怎麼醫啊，在那邊。我雖然看很多日本醫生片，不是護士片，但你叫我去到醫療的級數，我真的搞不定的嘛。我那些護士片都很少對白的嘛。好興奮啊。點解咁中意 Rick and Morty？Rick and Morty 係一個好深嘅故仔嚟㗎。如果你 skip 曬嗰啲好無聊嘅嘢嘅話，其實佢每一集都有啲嘢想講㗎。同埋佢最主要想講嘅咧，其實係親情啊。佢哋係一家人發生嘅事嚟㗎嘛，只不過係牽扯到宇宙大災難級數嘅一家人啫嘛。所以佢哋係一個好家庭嘅故仔咯。與此同時咧，美國嘅動畫咧，Bob's Burger 都係講屋企㗎啦。基本上我睇咗十幾季啦。跟住 South Park 啦 ，South Park 就係時事嘅，仲搞唔搞餐廳？應該遲啲有機會，因為我知道係好難做，但係我覺得始終餐廳係實業。人生食過最好味嘅嘢係咩啊？冇乜印象，我唔係好中意食嘢嘅啫，其實好老實。如果你話山長水遠，因為佢好好食咧，我都唔會嘅。新手想學攝影讀咩 course？ 誒，而家整相邊度使讀 course 㗎？求其上網篤兩條片睇完就得㗎啦，最緊要影啫嘛。讀 course 係冇意思㗎，因為就算別玩一個好叻嘅人教你咧，你冇嗰個實際操作嘅經驗喺度咧，你唔會 get 到佢其實想同你講啲乜嘢㗎。
即係好似我而家同你講啊，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講緊乜嘢嘅，因為佢覺得太飄，要有一翻若干 level 嘅人，有翻咁上下經驗嘅人，你先至會明白。會唔會移民去台灣？唔會啊，冇乜可能性。之前俾會員試菜嘅差啲開咗，咪俾人冚埋啦。爸爸會否參加老年好聲音？要揾啲機會，我唔知佢實際究竟得唔得啊，講唔講到埋，聽唔聽到？會唔會直播 FF 7？冇時間。因為我知道，因為你唔做，一做你就要做曬啊嘛，即係你最少要完成個遊戲啦。咁我都問過人哋，起碼都要我諗都要二三十個鐘，咁即係起碼要有十日八日啦，起碼要連續做。咁如果有連續做十日八日，我今日就唔會搞成咁啦。如果有得俾你揀，你會做翻呢行？如果我唔係做呢啲咧，我諗都會幾慘噶。即係如果以我嘅性格。職場你去一間普通公司，譬如你去做打工仔，其實都是講緊你得唔得人中意啊，同埋溝通能力啊。除非你是做專業人士嘅啫，對23條嘅睇法好啊。不過你心地唔好啫嘛，問呢啲問題。而家流量密碼片大成功，可唔可以唔離開？冇關係噶，流量密碼係每一日都會改變噶。如果是流量密碼大成功，其實最終得到是咩啊？錢啫嘛。唔係，雖然講出嚟好似好串，但係唔係嘢嚟嘅咯，即係你有要賺錢有無數咁多方法，你唔一定要靠呢樣嘢噶嘛。呢樣嘢係冇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穩定嘅基石嘅級數嘅錢咯。來又如風，嚟又如風嗰啲，或者喺你眼中相對容易賺嘅錢咧，其實佢都某程度上若干咧係會容易啲使咗去嘅。睇其他人嘅食評片，你拍 react 片，無謂啦。留翻俾其他人啦，我咁样都可以讲到一条啦，使鬼 react 咩？人哋 react 我差唔多，估唔到咧，我有一日会成为流量密码，俾人讲咗无限咁多次啊！如果唔系因为咁咧，我都唔知原来香港有咁多 YouTube channel 系斋鸠噏噶。有份评论呢件事嘅人5% 到啦，5% 到系真系有睇过晒我个所拍过几条片嘅啫。你唔好以為佢哋知啊，95% 都係唔知噶，佢哋都係睇 post 啊，睇文字，跟住再創作出嚟噶。你哋係比嗰啲評論嘅 channel 清楚好多噶，對於成件事嗰個 picture。最中意咩卡通？咦，咁我冇噶喎，我嗰排睇咩我就中意咩噶啦，因為我係嗰種追求新事物，睇下佢哋點樣可以喺固有嘅框架入邊創作到新嘢。咩叫 HEXCLAD 系咩噶？我 Google 下先。哦，蜂巢喎，我买过一个超便宜嘅。我用嘅感想系怪啊，我觉得唔好用。我中意用平面嘅。你一系就易贴，一系你就生贴。你唔系鬼喺中间喺度搞埋晒嗰啲咁样一半一半嗰啲。简单啲嚟讲就系一个易贴。然后上面咧放个铁丝网喺上面，你刮佢嘅时候，你咪会刮到个铁丝网先咯，你咪唔会刮到个易结镬涂层咯。其实就系一样咁嘅嘢嚟嘅啫，佢洗起上嚟系难洗过易结镬噶，所以我觉得用起上嚟我又觉得一般。基本上你整坏嗰个易结镬嘅原因都系因为你烘烧或者佢热胀冷缩得太劲，咁嗰个涂层就会甩。所以如果佢咁贵咧，基本上我已经买咗3-4个啦易结镬。生酮菜式得唔得？我生酮我唔想试啊，因为我觉得有啲傻啊。你为咗乜嘢先？如果你为咗减肥，我就觉得真系唔建议。你唔维持到噶，你会失去社交噶，你明唔明啊？你会失去自助餐噶，你会失去买芝莲三星噶。咁但系你如果净系为咗减肥啊，我觉得无谓啊。你有好多无数咁多个方法可以减肥噶嘛。但是你说哦不是我因为某些因素我一定要生酮的，那你应该知道怎么整啦，已经不关事啦。你那个限制已经不只是因为食物的限制啦，所以我自己就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试这一样东西。那么从10年后的自己说不要乱那么花钱啦。你未退休啦，你明白吗？再你那么花钱就扑街啦之后。有冇兴趣拍露营美食？跑好多集啊，冇人睇啊嘛，收咗皮啊！点解决定要俾家人参与拍片？系我夹硬拍咗落去嘅咋，其实唔系想参与噶，时间实在唔允许，所以就拍到变成咁咯。有阵时有啲嘢系自然演化噶，即系同达尔文进化论一样。我呢个草莓优格批唔好食，
太流啊！蘋果批嗰種酸酸地有啲嘢咬都好啊！呢個全部都係草莓醬同埋乳酪嚟啊！如果温度好似唔均勻，點解決好？擺個焗爐温度計，然後將佢擺曬四個角試下佢同一個温度爭幾多度咯。除非嗰個焗爐嗰一刻係唔可以打開嘅，有啲嘢係唔可以打開焗爐嘅。如果可以打開焗爐嘅，我每一次都會提你中間要轉180度嘅。咁樣就係一定係會常識均勻過唔做呢一個步驟。好，咁我哋咧上半集嚟到呢度啦，因為篇幅太長，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我哋多謝我哋嘅會員。哇！流曬鼻水啦，已經就係咁啦。下集記得睇啦，拜。第一題係俾幾多家用馬田媽？其實我係每個月，哇！原來真係冇講錢。